一直渴望着有一个爱我的人陪我走完这一生。我相信那个对的人，他有一天一定会接受到我的讯号，然后搭着飞船出现在我的面前。只要我愿意的，顺着就先顺着吧。妈，我觉得单身不是死了。等一下，盛小姐是吧？是，白医生。哎，你好。哎，你好，终于见面。我待会亲自去一趟他们公司。不必想该做什么才算懂得替我始终相信那天你会听见城市的声音。我知道爱并不我喜欢你，我真的很喜欢你，马三。可以的话，我们重新来过。可以的话，不放心。我和你爸爸走了以后，是来照顾我的宝贝。你会娶我吗？不是将来，是现在。我就是希望他幸福，真真正正的幸福。你说像我这样的人能顺利谈恋爱吗？